哇，可可，早上好！昨天睡得怎么样？很好哦，我今天一早就被动物的声音给叫醒。但是你没有发现吗？你们一打开的时候，你发现一望无际的太平洋海景就在你的眼前。真的，对不对？感觉就非常的 chill 哦。重点是还有那个小巧玲珑的绿岛可以发现它在那边哦。哦，嗯，没发现对不对？对，我现在还在那个苏醒当中。刚刚来的时候觉得说哇。 这个地方吃早餐也太浪漫了吧！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叫发呆亭，你知道为什么叫发呆亭吗？因为来这边不费一下不行。没错，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呢，就是要坐在这边吃早餐，看着海跟看着这个美美的景色发呆，不知不觉早餐就会被我们吃光光。我现在手拿这边，你看的话，以为它是红茶，但其实它是乌龙茶的一种。它叫做蜜香红乌龙，它的颜色会像红茶，是因为它有经过重烘焙，所以颜色会比较深一点点。 但它其实真的货真价实的是乌龙茶。我其实平常不太喜欢喝茶的人，但我觉得这个啊，它不会让我觉得到那个咖啡因或者是它的茶味特别的 heavy， 但是它到尾韵的地方又有一个淡淡独特的蜜香飘出来。那我要来吃吃看我的早餐，就我觉得这边的早餐啊，真的好健康哦。是啊，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蛋有肉有菜哦，水果有面包，几乎所有的营养成分都在早餐里面呢。是啊，整个是很均衡。而且我发现它的烹煮方式呢，都是几乎是水煮的，嗯，很适合那种健身的人来吃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可以在这边耍废话家常，都要感谢老板那一帮损友吗？ 本来这片4K也比不上的超高清视野，只给老板退休的父母独享。谁知道他妈吉太多，盖着盖着不小心就盖成民宿喽。这边整个景超美的耶，四面都可以看到山跟海。是不是？而且不止这样子哦，这里的房间总数多达22间哦。这么多。 它是光是房型就有13种可以给你选的、啊。哇，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房型是最好的吗？哎，董问，这一间啊就属于最高级的，它这里的房间啊，有些是有山景的，再来就是海景的，但是这一间它是山海共存的。哦，所以在这边就是景色是最好，而且这边是不是最大的房型啊？没错，它是最大的6人房。哇，很棒哎，就可以一早就可以有这么多的阳光射进来之外呢，还有很宽敞的空间。 整个也很舒适开阔，而且你看它这个床的平台，还有这个小客厅，就可以做很多互动啊，打打纸牌啊，或者吃宵夜都 OK。旁边还有一台飞轮机，你想要一边看海一边运动都可以。天哪，选择都很高哎。看风景很舒压嘛。对啊。泡澡也很舒压，想泡吗？这边可以泡吗？可以啊，我可以跟你一起泡，走啊。 葵葵，你想到哪里去啊？我是认真要带观众 run tour。如果说刚刚的6人房适合人来疯，接下来的山景汤屋房就适合想要甜蜜蜜的情侣喽，因为它的浴缸是最大的。哇，来到这边呢，还可以自己一个人享受个人汤屋，外面就是美美的景色。 哎，怎么了？不是说好一起泡吗？哎，你怎么来侵犯我的范围？怎么侵犯？这一个池可以泡4个人，好不好？4个人，空间很大啊，对啊。真的假的？不要那么自私嘛，刚刚不是说一起泡？2大2小，对不对？来这边中间是一条线啊，这边一条线啊，没有在水池里，没有任何界限。哎，话说，我觉得这边这个汤屋呢，真的是。 非常的优美之外呢，还可以这样子眺望外面的景色，真的非常浪漫。来，你泡泡浴吧。Yeah!